这位书生倒是一表人才，气宇不凡。你也是一派英雄气概。在下顾西昭，能一睹连云寨大当家、九线神龙、七少商、七大侠的风采，那才是荣幸。哦，我来的时候也想坐这儿，可掌柜的不让，说这张桌子可不一般。为什么？听说。 这是义薄云天、英勇盖世的连云寨大当家九线神龙、七少商、七大侠做过的地方，只有七大侠来了才能一坐。可你来了，就坐在这桌前，掌柜的却没有赶你，所以我想，你就是七少商。顾兄弟，这书太好看了。 若是早有此书，连云寨的义军一定能打许多胜仗，兄弟们就会少战死很多。我四载成书，边关京城辗转投书，希望被人赏识，可从来没有一个人肯多看此书一眼。顾兄弟，你愿不愿意挂住到连云寨？我有个非分的要求，要做。 就要做大寨主，哈哈！我正有此心，必须和你有一样的权利，包括我在内，连云寨八个寨主，864条好汉，全听你的号令。
就这么信任我，把我当成兄弟？我没有把你当兄弟，我把你当知音。三妹，你果然没有看错人。我顾惜昭乃钦定直御郎，奉相爷之令统兵来拿宁水寒。我答应了一个朋友，这把剑绝不能交。三妹，你帮我劝劝大哥，何必为了跟外人的义气枉送弟兄们的性命？居然还有脸叫我大哥？大哥，就算我放过你们，朝廷又岂会善罢甘休？草莽义气打得过天？奸贼当道的朝廷哪里配称天？善恶总有夜报，公道自在人心。今日这血海深仇，齐少商一定会报。